欢迎收睇《东张西望》。政府公布的最新防疫措施就是由11月1日，即系下星期一开始啊，凡进入食环署辖下嘅地方必须要用安心出行啊。吓，但系街市同埋公厕咧都系食环辖下噶。如果冇带电话，咁咪即系去唔到厕所，又买唔到餸。去公厕咁急咧，系有得豁免噶。咁只喺适应期内都容许大家先填表先再进入呢啲地方嘅。而以下呢个地方咧，嗱，有得食啦，有得买啦，我相信咧好适合一家大细去。阔别两年的香港美食嘉年华今日终于开幕了，由10月30日到11月7日，一连9日会在香港葵涌运动场举行。今次呢个美食节咧就非常之有特色嘅，其中咧就分开我哋有4个区嘅，健康养生区啦，休闲食品区啦。仲有咧就係餐飲用具區嘅，咁其中仲有一個咧，今次咧香港原味道係啦，香港原味道咧就係有齊曬我哋所有嘅香港嘅特色嘅美食喺度，大家就唔好錯過啦。嗱，我真係好榮幸，今年呢一個美食嘉年華咧，有小會長咧就請我嚟為大家咧示範一兩個餸咁樣嚇，咁啊希望咧即係現場嘅朋友咧即係俾啲 feedback 我啊，即係話好唔好食啊，或者係應該點樣煮啊，大家互相交流啦。咁我知道咧，頭先我已經行咗一個框啦嚇，我就知道呢度入邊咧，即係除咗咁多咁靚嘅攤位啊，即係咁吸引我之外咧，嗱牆裡面咧又有小丑耍雜技啦，又有拉花咖啡拉花表演啦，現場咧每日都有抽獎嘅，獎品係超過100萬㗎，係啊。咁我哋知道咧，大會仲特登趕住響呢一個10月尾啊。就開始，因為趕得切 Halloween 啊，鬼王節咧，即係可以有一個蛙鬼大 party， 歡迎大家嚟參加嘅。全場有超過200個攤位，俾你掃盡場內低至一支信貨。唔講咁多啦，等我即刻掃貨先。唔少攤檔都喺開幕第一日各出奇招，吸引消費者掃貨。聽講有30幾蚊一罐鮑魚，唔知而家仲有冇咧？老闆，仲有冇30幾蚊一罐鮑魚啊？哎呀，我哋每朝咧買20份嘅，6頭80克，呢只最抵食噶啦。每朝朝頭早一早啲街坊入嚟排隊買，5分鐘就賣曬噶啦。如果你想買咧，聽朝早啲嚟啊，咁就實有噶啦。我見到我嘅 target 啦，好大隻豬手啊！你好啊，我想問一下啲豬手幾多錢啊？我哋咧今日展場價咧19.9啊，原價就係78蚊嘅，係啦。咁就每日展會時間咧，每日20隻咁樣咯，唔夠1分鐘秒殺。咁快？係啊，好多熱情嘅街坊朋友一早就過嚟，即刻跑過嚟。現場個個都有備而嚟，車仔又有，環保袋又有，戰利品一攞攞啊！好多嘢喎，買咗啲咩啊？豬肉乾啊，同埋嗰啲飲品咯，係啊，抵唔抵啊 ？OK 啊。今日諗住嚟呢度使幾多啊？而家大約就500至1000蚊度咯。睇到啲咩好抵嘅啊？有冇？有啊，買啲海底咯，佢100蚊誒，100包，十包，100蚊10包啊。以往有冇嚟過啊？有，我年年都嚟嘅，但係你停咗就冇嚟到嘛。我每一次都去嘅，拉架車買好多嘢嘅。有得揀，我哋係實嚟嘅。我哋啲長者又唔使俾錢，但我要俾錢入場，我都要嚟嘅。好多罐鮑魚喎，好抵啊！超抵啊！有幾抵啊？抵到流眼淚。幾多錢啊？10零蚊一罐要。咁抵？見到好多一家大細啦，啱啱今朝開幕嘅時候都已經排曬隊喺出面。今年有消費券同埋電子消費嘅，就算老人家佢哋都會習慣用電子消費嚟買嘢咯。因為疫情關係，現場冇熟食區，唔可以喺場內飲食。不過打咗至少一劑疫苗嘅人就有著數，可以喺每日下午4:30後免費入場。其實咧，有唔少家長都有討論啊，到底應唔應該俾小朋友打啦？幾時打？甚至係打邊隻疫苗啊？
最近政府專家就話啦，其實5至11歲的小朋友注射三分之一的伏必泰疫苗是不會有嚴重的副作用的，所以相信遲些小朋友都要接種新冠疫苗。相信這些專家都是根據數據有根有據，斷估應該不會好像某一些海外物業代理一樣，明明不懂那隻語言但照可以賣樓給人，難道真的斷估無辛苦？不少市民近年选择海外置业，无论是买来收租定是移民自住，海外物业交易都有上升的趋势。不过隔山买牛咁去买楼好大风险噶，作为精明的消费者，你哋又会点做呢？就冇睇资料咯，系啊，如果尽可能咪自己亲自都过去睇下咯，如果唔系你就冇办法啦。而家疫情问题嘛，你买楼个价值都高啊嘛，咁你讲真的，你买依间屋都可能讲紧七位数以上啦。咁你即係你 check 個 risk， 所以淨係話我唔去親自睇間屋，淨係信個中介人我買間屋嘅時間，我個 risk 咪就係嗰個銀碼咯。有信譽啲咪好啲咯。你如果買外地樓，你靠中間嗰個 agent 去做中間人去幫你接洽噶嘛，你唔係自己飛過去買噶嘛。佢可能幫你跟進得唔好，咁咪好多問題出現。我起碼都要飛過去兩三次啦，要視察過啦，係咪先？又要了解到啦，係咪先？因為你買層樓啊，你唔係買棵菜啊嘛，啱唔啱啊？明先啊！消委會喺今年已經接到106單有關境外物業銷售嘅投訴，金額涉及超過1.8億元，消費者平均損失超過36萬。哎呀，原來唔少市民都遇過海外置業問題啊！我有個朋友都係咁樣，咪就係因為疫情過唔到去，咁中間有啲文件做唔到，咁咪一路 hold 住咗。都大半年噶啦，應該有。我都有聽過有啲會幫你 manage 間樓噶嘛，咁但係可能中間佢會manage 唔到啊，或者即係 lost touch 啊咁樣咯。消委會喺今年六至七月就派員以神秘顧客嘅方式走訪19間境外物業銷售代理同一間發展商，竟然發現當中存在唔少問題，隨時仲會墮入收唔到樓嘅陷阱啊！最重要就是那個失實的陳述，又或者啲資訊根本是過時。因為我哋有兩次嘅發現，一次咧就係講一個英國嘅樓盤，咁其實佢咧就話俾佢聽係2021年嘅第三季就應該會落成啦。咁但係咧個問題就係話，佢又之後話俾佢聽咧，其實咧而家仲申請緊咧起多兩層喎。咁其實如果係一個常理已經知道啦，你既然又要起多兩層嘅話咧，根本冇可能喺2021年第三季咧就已經可以落成到嘅。最好笑嘅咧就係當我哋有一個去睇一個日本嘅樓盤嗰陣時咧，咁嗰啲銷售員咧咁當然係俾啲日文嘅單張啦。咁但係當然我啲同事就唔會識睇日文啦，咁啊問佢咁裡面係咩意思啊咁。咁但係點知咧嗰個銷售員就話俾佢聽咧，其實我都唔識日文㗎，不過咧就因為我已經賣咗日本嘅樓盤好耐啦。憑嗰啲單張裡面嗰啲嘅漢字咧，我都估到裡面啱乜嘅咁樣。咁其實靠估咧，就真係好兒戲嘅。個原因係日文嘅漢字同呢一個真正中文嘅漢字裡面嘅內容已經係可以好唔同啦。咁同埋根本你真係唔識日文啊嘛，你都唔可以話你真係會估到咯。咁如果估錯咁點算啊？個客信錯咗你。香港現時處理境外物業的地產代理或者營業員可以獲豁免，無需要領牌。消委會就建議政府收緊法例，希望買賣境外物業都需要領牌，以及加強境外樓宇廣告的規管，同時對一些樓位費有最少7日的冷靜期，給市民多一份保障。又嚟到車 cam 睇猛片嘅時候，一齊睇下先嚇。嗱，片段所見啦，我哋見到一個男人咧喺馬路上啊，推住個 BB 車急急腳行上咧安全島，但係睇真啲咧，其實尾隨咧仲有一個小朋友，應該就係佢仔仔跟住佢噶。好多網友話睇到一額汗啊，因為爸爸竟然唔記得到自己仲有另一個仔啊！哎呀，其實啦，唔跟交通燈指示過馬路啦，都好危險噶啦。你要推住 BB 車，又帶多咗個小朋友，萬一突然轉燈啦，真係好大件事噶。喂，講起大件事啊，以下呢位靚女都大件事，不過係人生大事，恭喜曬！凭节目三日两夜广为人熟悉的 TVB 女神陈思恩，今日同圈外男友正式拉埋天窗成为人妻。寻日佢同一众好姊妹已经在酒店度过最后一个单身夜，夜晚就跟足传统换上一身红衣，由妈咪为佢进行上头仪式，而佢自己就在社交网站留言话：人生新的阶段，我准备好了。到今朝 ，Eunice 换上中式裙褂，预备人生另一阶段。事后老公接新娘之后，就跪地向长辈斟茶，传统礼仪做到足。到咗晏昼，佢哋就去到教堂进行西式婚礼。
一眾好姊妹做先頭部隊，率先步入教堂，之後由 Eunice 爸爸帶領教新娘子俾佢老公睇下 Eunice 笑得幾甜。合照時，南家兄弟之一眾培生見到好友成家立室都感動到流下男兒淚，而一對新人愛的宣言更加感動全場。我希望每日起身見到你係好期待你去期好期待每一日嘅到來，每一日起身都有新嘅 attention。好多謝上天安排俾我遇見你啦，一個咁温柔啦、體貼啦、咁有堅持嘅男人，俾我認識到你。咁我哋呢三年其實都有好多唔同嘅回憶嘅，希望我哋以後都可以毫無保留咁樣守護住大家。我會承諾永遠愛你，同埋永遠都咁珍惜你。恭喜曬，恭喜曬陳太 ，thank you。呢度我聽得即係慣人哋嗌你陳太啦。啱啱真係步出教堂嗰下咧，我哋就叫咗 Jennifer。另一個姐妹咧就嗌我陳太，基本上都冇人再嗌我陳太，哎呀好好聽嘅，再嗌多次啊！陳太，每個人咧都好有呢個崗位嘅，咁啊佢就係一個晚宴嘅 MC 啦，咁佢哋佢同另一個姐妹咧就會上台講一啲感動嘅説話嘅，佢哋話係好感動嘅，我唔知啦。跟住佢咧，哇犀利啦，重頭戲，搶都搶翻頭，搶翻唱歌。Yeah， 唱咩歌啊你？我唱《老鼠爱大米》，希望新人咧就好似老鼠同大米嘅关系咧咁紧密，咁相亲相爱。翻嚟东张西望，拳拳啊，近呢两年啊，大家嘅卫生意识咧系提高咗好多噶。之但系近日咧竟然有人影到啊，黄大仙有一个冻肉店啊，有职员咧竟然系着住鞋直接踩上啊冇包装嘅急凍肉丸上面啊！嗱，雖然咧嗰啲肉丸最尾係煮熟先食啊，但係咁污糟，你望到呢個畫面咧，仲食唔食得落咧？其實好多時咧，出面啲嘢食啦，唔知有咩工序，有咩點處理，係有啲無奈嘅。而以下落嚟呢件事咧，相信一大班嘅外佣僱主咧，同樣無奈。外佣短缺問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最近佢哋嚟香港又遇上新嘅難題啦。現時喺全港有兩間外佣指定檢疫酒店。在荃灣的這一間11月前的預約已經爆滿了，而12月的預約還未開放。而最近開放預約的青衣華日酒店情況亦不好得去哪，大部分時段都已經被預約了。得咁少外佣指定檢疫酒店 booking 仲要滿曬，咁就梗係會搞到一班市民好唔滿意啦。見到咁嘅情況，政府就宣布將竹篙灣檢疫中心開放俾外籍傭工嚟進行強制檢疫。而勞工處喺九月初就公布，僱主同外佣中介可以經勞工處網站嘅預約系統，喺九月14日開始，每日上午9点開始預訂竹篙灣檢疫中心嘅房間，每日限額50名，每星期總共350个位。想睇下你哋覺得，即係政府每個星期開放350个竹篙灣檢疫中心俾姐姐落嚟隔離，夠唔夠咧？你覺得？梗係唔夠啦！我啲朋友每日朝頭早9点上去都唔夠3分钟就已經full book 唔到啦，完全。我諗都唔夠噶，可能都起碼要加到800个左右咯。唔足夠啦，應該。點解覺得唔足夠咧？全香港咁多家庭需要用外佣姐姐，咁350个，谂即系可能一区已经 share 晒350个名额啦。除咗房间唔够之外，有人就投诉话每日上网抢50个位，呢个做法毫无效率，仲十分之扰民添。于是劳工处就喺10月4日起，由每日上网预约改成逢星期一预约晒350个位。自此之后，星期一就变成咗各位雇主抢房嘅大日子啦。佢其實係每個禮拜一啦，而家就要9点你就要上個網嗰度撳。咁但係其實咧，你9点入去咧，其實都未必一定入到嘅，因為有時你排隊係可能排10分钟，但係其實啲房咧喺我諗5分钟內其實已經係冇曬噶啦。我今日只係排2分钟啫，但係咧你入到去咧，你打字又要快喎，因為咧你要打得快，撳完之後先再睇下有冇位，因為其實可能同一時間好多人都揀緊同一個日子。
咁如果你慢咗少少嘅話，其實你一撳入去，佢就會同你講話啊，你個預約已滿，你已經 book 唔到啦。我哋咧逢星期一咧八點鐘，我哋公司有成三十幾個咧，啲同事咧就有電腦啦，有 iPad 啦，有手機啦，咁啊開曬，個個就及住喺度，一到九點鐘就一齊入。但咧，我話俾你聽，兩分鐘咧，佢嗰個 system 就話你聽滿曬啦咁。咁你上唔上到啊？搶唔到。你有時就算入到去，當你 submit 咗啲 document 嘅時候，佢已經冇啦，話敷啦。到底預約係咪真係咁困難呢？我哋就親自嘗試一次。嗱，而家咧係朝頭早嘅8:58，我已經準備好曬等去搶房啦。一到九点钟，我哋就自动进入咗系统入面排队，排咗大约一分钟左右，我哋正式开始预约。我哋用最快嘅速度填晒所有资料，再加埋入住检疫中心嘅日期，就递咗份 form 上去啦。好，我已经填好晒资料，等结果啦。因名额已满，申请失败。哇！我只是用了短短6分鐘啫喎，已經冇曬位啦。情況真係好似一班僱主形容，短短幾分鐘入面就冇曬所有房，連續幾個星期都 book 唔到嘅僱主們又係點諗呢？我自己都真係幾崩潰，同埋我壓力好大，因為我係睇唔到我究竟幾時可以 book 到。每次我就覺得好似以前搶緊演唱會飛咁樣咯，但係我就係真係我唔知講咩好。许小姐在上年年底的时候怀孕，于是就打算申请外佣姐姐来帮手，谁知现在 BB 出了世，还已经2个月大了，工人姐姐都还没来到。我和我先生都是有全职的工作的，因为我本身其实是想着可能我生之前会有，跟着之后就变成可能我陪了走之前会有，跟着现在全部都没有，那就可能去到如果我放完產假之前有就好啦，咁但係其實而家睇翻，我就仲有2個禮拜嘅機會可以試，因為其實今日 book 緊嘅已經係 book 緊11月噶啦。咁如果我11月，即係如果就算我今日 book 到佢嚟嚟完之後隔離完，其實都已經係11月尾12月頭咁上下。咁所以其實我都覺得機會係其實係好渺茫咯。呢個安排直頭覺得好唔合理啊！如果你是跟簽證日期去辦理 去排行的話，那我們如果真的遲去搞，遲才可以 book 到房的，我們都還心甘命抵。但原來現在不是，你們所有人是要靠你們的運氣，有些可能根本上他的簽證可能剛剛上個月才請，但他好彩 book 到，那他就可以來得了。你這個禮拜不行嗎？那就沒了，你又要再等下一個禮拜的禮拜一又要重新再來，那種壓力呢，你會令到你個人會瘋的。原因是我不能夠出去做事，不能夠出去做事，變成我們的收入是完全停曬，完全回不到工，因為如果不是沒理由獨留個小朋友在家的嘛。面對這樣的情況，一班僱主都表示不希望再以這種鬥快的形式去預約房間。而在僱主提供的文件裡面，我們還看到有簽證是上年的7月發出。這個預訂的系統呢，就是一個對大部分的僱主是一個沒有意義的系統，因為純粹鬥快就幫不到真正有需要的人。可不可以用一個更加簡單又實際，就是以那個簽證發出那個日期作為那個訂房的標準，即譬如說人家是2020年的1月，那你就1月開始，2月才逐個月給那些人去訂那個房間呢？咁就對某啲僱主嚟講咧，就可能有啲實際，即係至少人哋等咗1年，你俾佢定先；人哋等咗2個月，你就叫佢稍微等一等。咁呢個係一個比較簡單嘅方法。咁亦都對嗰啲申請比較耐嘅僱主咧，係有一定公平嘅。而除咗跟翻簽證日期嘅順序之外，佢亦提出一個計分制嘅方式。嗱，個計分制咧就係我哋就係話類似人哋嗰個移民嘅制度，即係譬如話哇。屋企有長者，如果長者又攤咗喺牀度唔喐得嘅，咁可能俾佢15分。如果係佢連屋企人冇一個屋企人照顧，可能俾佢20分。如果嗰個老人家係行得走得，可能俾佢10分。諸如此類啦，每個計完分之後，跟住最高分就行先，第二高分你可以分類別啦 ，A 類、B 類、C 類一路係咁分啦。
我哋就去信劳工处询问佢哋未来有冇改善措施，而佢哋就回应10月22号起会喺检疫中心提供额外200个单位，但系每星期350个配额以及网上抢先预约房间嘅做法将会维持不变。而家出边市面上咧，有啲人咧专人帮你咁样抢房嘅，就收1800蚊一间，当然佢抢到先至收你钱咯，咁咯。许小姐亦表示，喺走投无路嘅情况下，或者会考虑揾黄牛 book 房，因为我已经 book 咗3个礼拜啦。咁如果系你俾少少钱，系可以我唔使每个礼拜咁样好似折磨咁样 book 嘅话咧，其实我会肯去俾嘅。其实香港有不少的家庭都是双职家庭，请一位外佣回来都是希望可以帮手照顾家里的老人家或者小朋友，等自己可以出去工作，增加家里的收入。但是现在每个星期只得一次机会去抢到房，似乎在短期内可以聘请到外佣的机会都是很渺茫，在这里只能够希望这么多位雇主撑得住啊。今個萬聖節相信大家一係就扮阿譚俊彦啦，一係就扮嗰條魷魚啊，咁事關啦嗰套韓劇大熱啦。咁但係美國咧竟然有學校就出通告啊，禁止學生咧扮劇中嘅造型啊，會唔會係咧同劇中一啲暴力嘅鏡頭有關啦？但係睇翻你，喂，今日完全係唔應節嘅噃。哎呀，開工啊嘛，嗱，聽日啦，聽日我好勁噶啦，咁同埋咧好想出街睇下啦，其他人嘅裝扮係點嘅。但睇翻大家啦，由今日起1年3日咧，蘭桂坊係有呢個封路措施嘅，咁所以咧出去嘅。就留意翻個交通情況啦。好啦，今日時間差唔多啦，聽日再同大家東張西望，拜拜。